名的香水之城。这个品牌到今天已经有170年的历史了。就从1994年开始，这个地方就是可以为那种 VIP 客人提供，就是可以自己定制个人私人香水的这种一个服务。然后就是你可以从这80多个味道中选择你喜欢的，然后创造自己的香水。就是前中后调，它有什么就比如说搭配的小窍门啊？就是哪种和哪种搭配在一起会比较好闻 ？This one. OK. 然后就是跟随你自己的心，你选择你喜欢的就好。Follow my heart. Yeah. 然后他会给你一些建议。Ah, il doit choisir les essences qu'il préfère. 对，是吗？哇，这是什么味道？反正是一个水果的感觉。嗯，水果香。Orange 青番茄，我的鼻子已经麻木了。这个太重了，这个太重了，太重了，太重了。薄荷，薄荷好像有点东西。我在街上，对面走过来的男生，前调是那种一下子抓到鼻子的味道，然后呢，我当时没觉得什么，然后这个男生走过去了之后，他后边的余香是薄荷味道的，仔细想象吧。啊，那是一种叶子。我香水的名字叫 After Sleep。After Sleep。可爱哦，他给你们三个人一个人定制了一个姓名牌。哦，谢谢。哇，手工做的吧？做好了。我给他起名字叫地的花园。地的话就是数字地。这个味道的话，仿佛自己身处在一个又有花又有水果的一个怎么说植物园。第一个前调是红果，我就选了一个前调，然后第二个是一个树叶的味道，最后一个是三种玫瑰的结合吧。对，就是自己做的这个香水，它会存到他们的系统里，所以如果下次还想，比如说直接从官网购买的话，就可以输名字。我就是后面选后调选了一个焦糖的味道，然后前面选了柑橘的味道，然后就是就想后面甜甜的，然后前面就弄一点清新的味道，然后包括这个叶中调，这是梅子，这中调是一种也是一种比较清新的味道，所以我觉得组合在一起会非常的。对，我来问一下。吃了午饭，现在来卢浮宫，很荣幸可以进去欣赏一下。他说带我们去那个雕塑馆。哇哦！这光影视觉完美。有点震惊到了，好看，里面是这样的。这种雕塑它是怎么雕出来的？真的是，那它那种身体的那种流线型，怎么，就这个是怎么办到的？帅气的 BGM， 马上就可以看到蒙娜丽莎的微笑了，有点激动。你现在看还是这样？哇！
我看到蒙娜丽莎了，哇，原来这么小一幅啊！我以为的蒙娜丽莎像起码得有那一份。哇哇！你看上面那个画，好漂亮，栩栩如生。这幅画当时我学世界史的时候，好像在教科书上看到。我觉得我来法国吃最多的甜品就是马卡龙，谢谢。